何人敢与逆战？放马过来！冥王真身，不信神明，岂最当诛？常见祭出，尔等宵小岂敢不退？老夫听实力的差距，胆敢向黄金圣斗士挑战？杀人者人恒杀之，志气者妄为英雄。黄金圣斗士的意志坚不可摧，便燃起生命，也不会放下手中的功夫。李兄那句“人生得意须尽欢，深得我心”，妙啊妙啊！燃烧小宇宙，激发第七感，休想踏入白岩宫半步。云生意气磊落，无畏生死，只为不负北刀之名。燃烧吧，小宇宙！有我米罗在，你的修行在前进一步。